生活中很多人都说，掌中有痣就代表这个人是天煞孤星命。然而，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掌中有痣是一个大凶之象，然而对本人却并没有影响。相反的，对周围人会成极恶之势。是否掌上有痣，就一定会给周围人带来灾难呢？天文的末端分叉，一个到达食指和中指指缝之间，另一个到达食指下方，仿若一个树叉。有这种手纹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品格优秀，对待感情认真、忠诚，没有花花肠子。从一而终，和这样的人结婚，不愁婚后感情生变。如果对方面相配合的好，还有利于事业，可以夫妻共同创业。崔云横财黑痣在这三个地方的人，子孙必定大富大贵，高官厚禄，横财遍地。掌中有黑痣，横财遍地。掌中有黑痣，手掌内部有黑痣，一般都是吉祥。如果是饱满黑亮，则更加幸运，手掌钱财，家世富贵可期。如果在手背，则不算太好。崔云横财黑痣在这三个地方的人，子孙必定大富大贵，高官厚禄，手掌理财纹比较明显的手相，贵人运很好，能得到提拔，事业必定发达。这种比较标准的理财纹，纹路正，深且秀，没有过多的杂纹冲撞。有这种理财纹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一生财运旺，还屡屡遇贵人，理财能力一流，富贵不用愁。崔云横财黑痣在这三个地方的人，子孙必定大富大贵，高官厚禄。八字算命，手相、面相、婚姻、爱情、事业、财运、阳宅风水、阴宅风水等，欢迎结缘。老师微信 HRZ。